Alright guys， 我现在在上海，今天天气挺冷的。简单说一下，我现在穿什么？我现在穿的是 Nosca 的外套，中间是 J68， 里面还有一个优衣库的羽绒背心，然后这里面是 Heattech 的打底。J68 以内的保暖层都是来自优衣库的，永远的神。下半身的鞋子是 Salomon， 裤子还是 Nosca 去年19年带绒的裤子。我还穿多了一条 Heattech 打底裤在里面，所以其实暖是够暖的。手套是北面的。衣服包住的部分呢是绝对暖，这个没有那么冷，但是露出来的皮肤还是感觉挺凉的。我当然也有带多一层口罩在里面了，穿成这个样子，我其实没有带太多衣服来。一个广东人没有那么多的厚衣服，所以来来回回就这几件。然后我现在走路去 NK 哥的工作室找他玩一下。上海的天黑得好快啊，现在才4:50左右，太阳快落山了。OK， 我们等会去到再说。站在这个川原迷路了，找不到他的工作室在哪，应该就是在附近。你刚才进来两方面他们还有些事情在做，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可能拍一点照片吧。具体照片拍成什么样我到时候会贴在这里，因为他们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产品是来这边拍摄，所以不是很方便拍完所有整个的场景给你们看了。你的羽绒同你外面不同，同款不同色。好大嘢，依家我过嚟。你俾我戴眼镜啦。感觉我穿 L 码也可以，也没有说大得很夸张。拼色是真的帅，露出个彩色系啊。呢个嘢好咸湿啊！好咸湿。大步走。原来我们想吃的那一家呢，只有周五、周六、周日才开，所以现在临时决定去另外一家，也在附近的。可能两个的样子真的很好玩，就是要等车过。再来一个，我给你开连拍。太不容易了，比我在南通一个人拍自己好多了。来，走走。还好没有
踩一下的话，没有抓到好，这张还好，这张还行。就是你还是在手。对，这边都好冷啊！来冲啊！来了。僵尸柠檬。好，谢谢。养生僵尸柠檬。想点了，但是会不会太那个了？然后我还是点了个饼。这个天气做户外喝冰的，控制不了。它里面有那个草莓，还有。咦，干嘛马赛？对啊，这什么鬼？叫做老娘鸡给你美极新疆人。这就有点，这有点糊弄了。但是这样一盘80多块，智商税吗？我有啊。都比我的划算。没决定要喝什么，我喝热美式好了。今天是有氨基酸，积血的，所以说又是什么基因？有那么细的吸管。Rock 和 Rack。等一会儿。换成手。还不错。它这个是内中帮外底帮，但是这个鞋型算中帮。中帮的，对。这两个高帮比较帅一点。你怎么了？我大了，大了。两杯，两杯都代表是吧？对的。好的，那我把这个翻开，谢谢。要买一箱的吗？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。是我目前在上海最喜欢的咖啡店之一。Oh my god！喵，哦，这吃草哎。喵喵，哎，这不是给你喝的，啊，摸摸，呜。
哦，你好肥啊。逛一下复兴公园，提前感受一下老年生活。不过其实我现在是饿着肚子，没有找到地方买吃的。现在不是很早了，9:30左右。本来是想着8点就过来的，结果起床失败了。我没有想到这个复兴公园这么热闹，比我想象中人要多好多好多好多，实在是太多人了。没有想到菜篮会在这里这么受欢迎，这才还不到饭点，我不知道算是早餐还是午餐，排队排成这个样子，夸张啊。我又来到新天地啊，之前这边是 Levi's 改造裤子的位置，现在因为新里开始盖好了，所以商铺搬到里面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也是受 IT 的邀请过来看一下新店开业的样子，但我在开业当天的时间就不是很充裕，所以我打算提早一天过来，就先看一看，拍拍照片就好了。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，我现在感觉不是很适合我，但有能力买是最好了，如果不一定消费得到的话，其实多看看也无妨，就当学习一下啊，每个品牌的设计啊，面料的区别啊之类的，多看看实物总是一件好事，有空就来逛逛就好了，蛮大，人不多，很好逛，东西也蛮全的，想看什么种类应该都能看得到。王姐这件衣服真好看，Greg Laurie。这里简直是美妆博主的天堂，正好哎，跟我那只同款，我的正好用完了，够便宜的。OK， 我就旅行的时候，我就比较爱带这种，在旅行的时候用，比较小只方便，我大概能用个3-4次旅行吧，差不多用完还可以，就加起来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，可能一天洗个2次脸左右，这多少毫升的？30。我说这间店挺牛逼的，它做到同类型的产品比市场上的价格低不少，真的没问题嘛，挺厉害的。 By the way， 如果各位有对香水感兴趣的话，来这边试。我靠，因为香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，味道每个人对味道的感受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说特别推荐某一款香水，只是太个人喜好了。这个现在人开始多了，还是早一点来。治这个味道的淘宝卖好像是800+几块，05块。然后我在澳门买的是普碧
740，就算回人民币740，这里才713，太划算了，在这里买。然后平时我在用的手霜呢，就是这一个味，不好意思，这是牙膏，我也有在用，它是有点香料味的，可能不习惯的人就有点怪，肉桂把脚的感觉。唇膏我也有在用这一款，爽肤水我用的是绿茶的 balancing， 然后滚珠用的是木志祥的那一款，忘记我名字是什么了，反正我基本上用的是 Aesop 的全家桶，就是我个人的洗护来讲，然后我是比较偏敏感型的那种皮肤，所以就尽量用一些天然的产品吧。对，没有太特别。至于我的美妆个护的影片，我就不想专门做了，感觉我不是很适合做这种类型啊，只是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爱用品。我用的也是这一款，虽然它上面是狗的图案，但是动物都能用，主要是它比较天然，没有太强烈的味道，动物们不会太难受。我在家里面用的是这一款，我是觉得比较适合我个人。全都是这种旅行装的小样，也不能说小样吧，就是便携装，就是出门在外用这些小时装特别好，很方便。那么现在在商场逛完呢，我觉得上午也差不多了，逛了蛮多东西的啊。反正这个是新天地现在这个新里的一个新开的几间店了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好逛的啊。那下午呢就不逛商场了，我们去逛一些小店吧。说的就是 intro。这个哪里是 mini 的？ mini 是 mini 的。这个要多少钱？啊，1000多吧，还是2000多，我忘了。对呀、啊这个，他们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得了。对，所以还是又回来转这边了。看有没有机会剁个手。这个 cutting 真的好修啊，这个肩膀。就是经典六五。对。六五。有。就正儿八经、正正好好的那种版型。对。很贴身。很贴身。刚刚好。我就没收反派了，后面呢，这价格起飞了。就你再现在再去收一组反派单独收的话，就。是必须的。帅啊！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比那个舌头帅，因为这里面是稍微有点深。有六个，这个是要修饰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有这个。09年出的，然后跟这个同一期的，这个是周围的优选，是在里面正当中的。今天没穿鞋，衬衫。零九年初中是一个，真的很好看，太刚好。也是修正的，非常修正。对，这个我可能，但我不。他比我队友。再来一个，每个人再来一个，这一定要热的起。就是饭馆区。嘿嘿嘿，那你在飞无人机呢？对啊。哦，吓死我了，还有黑屏了。这边大楼太多了。哦，有点卡，不好飞，有点卡。对，这个延迟。不算，这是大疆的什么？大疆的 mini。我主要是想看到排队的人有多少。哎，很多哎。对，你有想好这次怎么拍？没有。我就看看这边的排队情况。哦，人是很多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回来了。用手机有点高难度啊。我拿了媒体证，所以提早一点进来。哎，不过心里面人也不少了，都是人。然后我先逛一逛，拍点空镜。这哪跟得上啊？
吃哥。我是没有想到圣地高放会看到有宠物的用品啊，我家猫用的就是皮蛋的这些什么猫砂的之类的，太厉害了吧，什么都有。滑鞋的人都会养宠物是吗？我家那个就是不活跃的。给狗咬这个吗？对，给狗咬，然后有声音的，你就咬了就会有声音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在这里的。哈哈哈！太坏了。Popo。披风吗？这是，哇靠！不是披风，这个短袖。我靠！现在是快一点了，肚子有点饿。然后现在的所有的展览都是没有提供现场制作食物和饮料的，都是那些包装或者素食。我也不知道中午去哪吃什么东西好，有点逛累了。不过下午还挺多活动的，再坚持一下吧。出来了，我觉得里面有点闷啊，出来透透气。然后我的麦也没有电了，我要回去先充一下。路过了，看到这一个叫什么的建筑，它比我想象中要大好多。就那个超哥夫也要，这个不要两个吧？他是六个入，对，六个。先点一块油的。先生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这里面全部都来一份。
Sneaker Con 的一些现场的画面了。那我实际上我也没有体验太多东西，因为后来人多了之后，所有的体验都要排队。我就只是因为媒体证的关系提早入场，我就提早了感受了一些，就是拿到了一些东西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一个小盒子，它是一个做项链的品牌摆的展位，叫什么 Apollo 啊，长这样的。然后把它推出来之后，里面长一样的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小项链。它是925银的材质，然后颜色嘛，任挑，我就挑了个金色的。但是就我刚开始在现场看的时候，我以为因为自己的反光关系，我以为是黑色的，我还觉得啊黑金很帅啊。就拿到手是这样。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符合当下时期的这种口罩，还挺好看的。每一个摊位都会有他们自己定制的这些，就收到了一些。还有一些品牌贴纸啊。在外面的展位呢，玩一个小游戏是能拿到一个这样的袋子，它装鞋可或者装一些那种洗漱用品都行。底下附了那种橡胶，做的很认真，就是一个周边来讲，又不是贩卖的商品，装这样的就是很用心的，蛮好用的。就这边拉开是装鞋子的空间，两边这样打开还有一个暗格，装一些小物品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钥匙扣吧，挂在包上，它是一个鞋底，觉得很可爱，也是很用心的一个小玩意，做的很精致。除了这一个款式的之外，还有另外一款是他们的五指鞋的那个图案，也是长这个差不多样子，然后也是左脚。然后还有一件 T 恤 Swaggy， 就是一件素体，不是在展会上面拿的，是Salomon 寄给我最新的这个 XT6 的配色，我就顺带一起开箱好了。然后它这边配色是叫 Quarry White Evening Primrose。然后这只鞋盒有点变化，就是两边多了这个彩色的条纹，主要其他的都还是一样的。鞋子本身就看起来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还挺亮眼的，但是变化嘛，除了颜色之外没有其他变化了。然后 XT6 的鞋型本身我就不过多介绍了，介绍了太多次了已经。这一个部分它不是黑色，它有点紫蓝的感觉，像个茄子的感觉，不知道你们在画面上看是不是这样子。鞋底还挺漂亮的。没有了，对，我拿到的就这些东西。那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展会上想要遇到我，不过 我可能拿着相机乱窜，不太容易抓到。在这里跟你们说声抱歉，不用特意来捕捉我，因为我是那种看到人太多我就溜之大吉的人啊。那所以这就是这一次的一些行程了，在这里用一些像流水账的感觉一样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这段时间还是挺开心的，见到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啊，也很感谢他们的照顾和招待。那希望下次再来上海呢，有机会再约一下。那这就是这次在上海的所有行程了，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经历一次这样的旅程，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跟大家多多聚一下。 OK， 那我们下个旅程再见吧。